王支书记回来了，挺好的，放炮呢。哇，哎，快去告诉钱队长，王支书记回来了，快去。 谁呀？哟，庆峰，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来，进来。王川书记，你出来。这，常王叔，老牛，小姐们。 你们怎么都来了？王冲书记啊，他们从有人天天守着县委大门。你一出来啊，马上就有人向岗报告了。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都跟特务似的。王冲书记，那个农业专家嘞？向王冲来了。那没收的钱嘞？最终定性为劳动报酬，如数奉还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上级的政策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啊！老牛啊。 那不得感谢你，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吗？爹，有了好政策，只要我们踏实肯干，我们的土地里一定能生出金娃娃来。<笑>行了，这大过年的，都回去陪家人过年吧。王川书记嘞，今天是大年三十，大伙儿来就想看看你，陪陪你嘞。乡亲们，谢谢。 谢谢你们来陪我过这个年。我坚信，经过我们的改革开放，我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国家越来越富强。